一个电子圈的一个，在外圈打，我内圈打，现在是调焦距，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可以调一个，一定要三点对位。像有的焦距的话，如果是比较长的200平方米，下面加个机芯台面的。然后点击激光，旋转纹本雕刻，中间直径设置一下。这是外圈的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内圈的。这个不错，可以停进来，可以停进来。